大家好，欢迎回到 Mart TV。 近几年来，网剧可以说越来越盛行，凭借其脑洞大开的另类剧情、高颜值的主演和不俗的演技，不仅越来越受网友们的喜爱，好评率更是与日俱增。那么接下来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最新出炉的网评六大穿越网剧之最都有哪些网剧上榜了吧，排名不分先后哦。双世宠妃，这部网剧被称之为脑洞大开之最搞笑的穿越网剧。独门穿越方式，现代到古代，现代人和古代人共用一个身躯。独家看点，两位女主通过头部撞击或说谎的方式自由切换出现。该剧一上线就成为了暑期档的大红炸子鸡，并以超过30亿的播放量收官。太子妃升职记，这部网剧被称之为脑洞大开之最狗血的穿越网剧。独门穿越方式，男人到女人，这部网剧被无数网友戏称有毒，看了就停不下来，就算熬夜也要看完。颤抖吧阿布，这部网剧被称之为脑洞大开之最奇葩的穿越网剧。独门穿越方式，外星人到地球园，这部剧同时汇聚了穿越、二次元、古装、科幻、虐恋、宅斗、官斗、搞笑等多个时下最流行的元素，一开播就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追剧狂潮。寻找前世之旅，这部网剧被称之为脑洞大开之最任性的穿越网剧。独门穿越方式，你想穿哪儿就穿哪儿。独家看点，痴恋、虐恋、三角恋、激情、爱情、师生情，可以说让看剧的戏迷们过足了穿越瘾，随时随地的穿越，分分钟挑战你的脑洞极限。极品家丁，这部网剧被称之为脑洞大开之最套路的穿越网剧。独家看点，够极品，够奇葩，够狗血，够套路，够搞笑。陈赫更是把一个现代帅哥到古代去作妖耍剑的戏码发挥到了极致，虽说画风清奇，满屏尬情，但却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大王不容易，这部网剧被称之为脑洞大开之最神经的穿越网剧。独门穿越方式，男女主灵魂互换，这部网剧不仅画风清奇，而且横跨古装、奇幻、轻喜剧等各种风格，更被无数网友戏称为没有最神经，只有更神经。好了，上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网评六大穿越网剧之最，你看过的有几部呢？哪一部又是你的最爱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还没订阅的观众赶快订阅我们吧，订阅是免费的呢，我们会不断上新更多精彩的视频给大家。那我们下回再见啦，拜拜。